手续到底是啥？珊珊啊，我知影你唔相信客户讲的话，那不是因为和恁爸母逼急啊，我嘛无需要来这讨骂。既然恁一家早晚见面，不如就客户来给你报这条好消息，迄嘛算讲是客户送恁结婚的一份大礼，你别信不信？就有在你啊！什么早晚的见面啊？你讲这句什么意思？敢讲伊的亲生爸爸是阮熟识的人？是啥？伊到底是啥？你莫当我世界的警告！其实迄个人哦，你早就见过面啦。伊哦，就是姜开阳的亲母魏仙梅。仙妹已经失散几多年了，伊若是搁伫我身躯边，应该是甲你岁数差不多啦。虽然讲我想要找到伊的机会，应该是无啥可能啦。也毋过，这是我的心愿，一世人我绝对袂放弃。原来，伊毋是我的阿姊。其实是我的亲生妈妈，不过我大概看到伊的时阵，拢有一种足亲切的感觉，拢挡袂牢，想要甲伊加较亲近的。原来是因为伊是我妈妈。我看你是凊彩找一个人贴数，我拢敢讲出伊的名，敢会是假？是咩？你早就知影我其实爸母是谁，你搁骗我讲伊是我的大姐，搁用一个假 DNA 来搞我骗，你这么苦，你一定落地啊！你到底，你好啦啦，你讲着重点啦！我若真正知影你亲生的爸母是谁，我敢有需要搁编一个阿姐来给你希望？而且。你这个亲戚老爸，伊是个化作简单的大人物啦。我若真正要利用你，我直接去找伊讨好处，较贵气，啊？你讲像就像哦，像知影你是咪讲骗？既然我拢爱破破网啊，敢有想来骗恁？梁先生啊，我真正无需要来这做些伤心的。因为珊珊的爸母早晚会去找到你，我是因为哦，因为弥补过去对你的伤害，才会早一步找到你，跟你讲这件代志。希望你会当家己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珊珊的爸母上可能会袂接受，对啊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爸母早就去了瑞安，甚至对瑞安有偏见。你讲的是罗彩兴，还是陈忠信，还是要魏红？江忠信，你莫阁继续在那乌的戏人哦！你即马讲清楚哦，珊珊亲生爸爸到底是谁？你开始哦。该有规定的，伊就是四海集团的孙八海。你是要讲啥？珊珊的亲生爸爸是孙八海，这哪可能啊？孙八海，你真正是谁哦？就是一出手啊！把我用尽心思，我用心刷出来的股份全部拢买走啊！在会议顶面，伊向我走出来，想停罗家封印，害我白个拖拖拖！
你敢会记过面？我有刚到新关起来时阵，就是伊，甲饭菜下来把我救出去的。原来我早就记过我的亲生爸爸，不管伊是啥物身份，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好人。唔对啊，孙八海跟魏先明哪有关系？这不合理啊！当年哦，我嘛是去予江开阳欺骗，才会大三工替伊做出破坏别人家庭，害孙八海去祖产孙英的代志，不过加在啦，我照顾珊珊。马上恭喜弥补我无意中所造成的过错。你俩准你安尼讲，就会当把这件事给理理哦。当年的真相，你会当早早就跟我讲，结果你无，你编一撮故事跟我骗，跟我留在身躯边的理由，参照你对待瑞安同款。今麦直接假无辜，我看一定是你想讲啊，无法度利用我妈个我，佮惊我爸家你哦，掠起来拍光，所以你用这招是要自清哦。你是怪屁屁啊！妈妈，妈妈，你肯定绝对的。当年做好头的人是江开勇呢，我哪会知啊？伊为着要抢你妈妈，正初尘，把恁爸爸等在水底，想要甲淹死。我当年哪知伊是谁，是安怎伊登来台湾搞救呢？我可认袂出伊是谁。甚至甲当作性命先，回段温刀。哎，我你们是吃山好家家。当年哦，台南放火的人是江开勇，不是我啦。你那是我骗。我讲的有影呀，就是因为哦，恁爸爸发现恁妈妈袂认得伊，唔才变问江开勇到底是对恁妈妈做了啥。啊，结果呢，江开勇把所有一切拢送到我家来。我真是哦，叫伊害人，我够衰啦！我你甲江凯阳两个人是半斤八两啊！就算讲当初珊珊甲伊爸爸跋落水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，结果你嘛是等于害着伊一家人一生。即卖是安怎啊？官人加烧金，想要出罪心，你要少想啦！该负的责任要先负。就算讲伊爸爸想要丢伊性命。你嘛死死！你免笑，想我替你讲几句好话。珊珊，既然你即马知影你爸爸妈妈是谁啊，莫甲伊啰嗦啊啦！我伫伊讲话，毋是真也是假的。你若想要知影你爸爸妈妈的代志，等你拄到伊了，自然就知影。咱行。等下，客别有话要甲恁提醒，你应该袂听我甲话讲错。我知影，我讲我是真心来甲恁和解，恁绝对袂相信。啊，不过我这逝来绝对不是来给恁骂。我希望恁能够相信我是真心为你好，甘免相信我一届就好啊。你到底想要讲啥？珊珊啊，你若真正爱瑞安，你真正无想要失去瑞安，那呢，你就听客别一句口讲。唔通甲恁爸母相认？是安怎？因为瑞安这个名声已经臭起啊！啊，恁爸爸即马是罗在兴，啊，佮陈忠信迄边的人，尤其是哦，瑞安捌甲恁爸爸起过冲突，你佮想看卖，恁爸爸哪有可能接受瑞安这款人来做伊的囝婿？你是段海平啊？我安看创啥？我是惊恁的婚姻会受到阻碍，惊恁的幸福维持了无外久，就要面对现实啦。多谢你的家婆，因若真正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相信伊一定会接受我所爱的人。死到我会甲因解释，若安做唔对代志，还佫行唔对的路，拢是因为予你这只鬼牵去的。瑞安真是比任何人搁较可怜，我的爸母一定会谅解。安尼当然是上好啊！瑞安假使讲哪会当得到恁爸母认同，
我相信你爸爸一定会血海连盆，全力支持，重新爬起，总比恁两个在外口默默守沙坡路较好吧。而且恁爸爸跟罗在贤的交情嘛真好，反正瑞安会当趁这个机会真出头，重新得到恁爸爸对伊的认同，这嘛是好事一件。你也免这么啰嗦啦，珊珊，你爸爸和妈妈那边，我会受我的按耐，免你费心。放不掉，我跟瑞安不是啥，拢有法度拆散。看起来我是假操完的啦。瑞安哦，和我栽培个这么优秀，我相信恁爸母一定会接受伊的。只是客爸无希望讲恁的婚姻生活才准备开始呢，就要面对这么多风雨，还有坎坷啦。这有两张飞回去新加坡的头等舱机票，恁若想要过一阵仔安稳的生活，就算讲是客爸给恁的赞助啦。来，唔免，咱拿落来啊。留在台湾，安尼敢好？万一我爸妈伊……就是因为伊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，所以我现在感觉我不应该逃避啊。我真正因为想过愿望要抢到回来原本属于我的位置，结果不甘尼凄惨。今麦我嘛会当了解，迄种想要爱。我得袂着的疼，我无希望你最后是跟我同款的。你即马敢是怕什么形状？我跟阮爸妈团圆，所以要放弃咱的感情。当然嘛不是安尼，你是我即马这个世间到目前为止唯一对我真心真意的人，我哪有可能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啊？我会选择留落来。是因为我想要用我的心意去给你感动，我想要证明给你看，我想要让你了解我是真心爱你的，希望你能接受我，能让你完全放心交给我，这样以后你才能过一个欢欢喜喜的日子。多谢老公，原来你是替我设想。啊，不过，那是我的爸妈因为难你嘞。我即马春青都拄着病啊，啊，每件都得为难我。我即马家两个感情差。你也唔甘我，我当然唔甘你啊。我有你伫我身躯边。我有什么好当惊的？我真有信心，我会当证明给伊看，证明你的眼光是无唔对的，证明你无选唔对人。罗太太，你敢愿意支持我这个决定？我当然愿意支持你啊！那你咱卖走啊！做伙面对困难，不管你的决定是啥，我永远拢会陪在你的身躯边。有你就有我，有我嘛有你。